所以继续咯 OK， 这个原理我们就叫帕斯卡原理。来，请你帮我划线一下。帕斯卡原理其实它有一个完整的说法。什么完整的说法呢？来，我们这边写哈，在哪里？我看看。帕斯卡原理。来，请你帮我划线一下。完整的说法是这样，在密闭的容器中，静止的液体 ，OK， 当某一部分被加压的时候，此增加的压力会以相同的大小传递到各处 ，OK， 此称为帕斯卡原理 ，OK， 很长啦，考试我要考这个东西吗？来，你可以写这一句话，或者 ，OK， 你把然后写完之后，请你要写 ，OK。P1 会等于 P2， 也就是说 F1 除上 A1 会等于 F2 乘上 A2， 除上 A2 啦，写错了，讲错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以刚刚的那一题来讲，我把这个公式放大哦，以刚刚的那一题来讲，刚刚我们在算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 F2 这边是多少？一万牛顿，对不对？面积是一千，好，左边的这边 F1 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它的 A1 是一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由此可以去算出来 F1 等于多少？等于十牛顿，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？是一样的哦 ，OK， 是一样的哦。考试我可能我这一题我会考一题，好不好？这个部分我会考一题哦，五分吧。五分会太多吗？应该还好啦。其实你不用管分数多还是少 ，OK， 你答对就会有分数 ，OK， 你没有答对，再少的分数都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你答对了，那就是你的了 ，OK。所以就是这个部分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要撑起一个重物，我就尽可能的把它的面积怎样放大嘛？为什么呢？把面积放越大，它的压力就可以怎样稀释掉越多，或是变越小。那相反的，如果左边的话，我要把它撑起来，我就把它的面积放得很小很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我就用非常小的力，我就可以把它撑起来。这样 OK 吗 ？OK 哈，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不难。所以呢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这边讲了这么多 ，OK， 那178这个部分哈，我刚刚是不是跳过？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小学有学过吧，我应该不用特别再花时间跟你说什么是连通管原理了吧，这小学有学过对吧？我还看过小学实验室有这个东西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？有吧，有看过吧？同汉生有看过吗？有，做实验有做过对吧？ OK， 有对吧？ OK， 所以那这个连通管原理不难， OK， 反正简单来讲，要讲的是什么？重点是它们会一样高，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，它们会一样高，而且怎样？当它一样位置的时候，比如说 A、B、C、D 一样位置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压力都一样 ，PA 等于 PB 等于 PC， 只要一样高，它们压力都一样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像这个就是它平常的运用。好，说。啊，连通管的没有错，有一种特殊，应该是讲正常情况下他们都会一样高。那你会说老师，那有不正常的情况下咯？有不正常的情况下，你们想知道不正常的情况下吗？都可以。不正常的情况下，就比如说他这边盖着一个有一个东西，或是有一个瓶子，我在那边装了一个瓶子，然后这个瓶子里面我怎样？我把它抽着，我把它变真空。知道什么是真空吗？或者是 vacuum， 真空的。对，我把里面抽真空，抽真空的话，这个时候这个水会上升，哎，水会往上升。对，它会比较高。可是正常情况下，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嘛。
对，只要是开着的 ，OK， 这个时候大家都一样高。嗯 ，OK， 好，没有问题，继续咯。或者是这样哈、哦，如果你自己这样想哦，无天拳哦，你就把你的嘴巴放在这里 ，OK， 把嘴巴含住这个，然后吹气，在里面吹气，这个时候这个就往下降了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你吹气还会往下降，或者是怎样？你嘴巴含住，然后你吸气的话，这个就会往上升。可是有限啦，你人再怎么厉害哦，你可以吸的气吸不了太多啦。那 slow 那个 slow 吸管，那吸管就是这样的原理啊，你吸它就会往上升了，你吐它就会往下，就会把它往下推啊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所以继续哦，可以继续再来，所以179页讲完了，那我们看178页，诶180页有没有看过这个魔术，算魔术吗？实验啦。来，今天给你们回家的作业 ,OK, 每个人都要交，没有交的我考试就扣5分 ,OK, 这样可以吗？做这个实验。怎么做？来，拿一个杯子，你的水瓶也可以，你平常在教室喝的那种水瓶也可以。任何瓶子都可以，然后拿一个塑胶的 ，OK， 底下这个放这一片，请你用塑胶的哦，不要用玻璃的啦，等下万一掉下来玻璃会破，好不好 ？OK， 用塑胶的去找，真的找不到你跟我讲 ，OK， 真的找不塑胶的一片，为什么不要做？不行，这个是作业，你们不是很想，你们不是常常，你不用再。你当然是在水槽或者是在浴室里面做这个实验嘛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叫你在地板上做，或者是在床上做，在床上做是谁都会骂你吧，好不好？不要做这种事情 ，OK？ 所以来今天回去做这个实验，怎么做？做完之后，请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请你的爸爸妈妈帮你 video。好，几月几日交？今天26号，给你们到星期五。再怎么样困难，星期五之前应该可以交出来吧 ？OK， 星期五几点呢？星期五12点以前交，中午12点吃，中午午餐吃午餐的那个时间。OK， 好，反正星期五之前哈、哦，来，请你做这个实验，请你叫你的兄弟姐妹或是爸爸妈妈帮你录影，然后录完影之后。那什么，把影片传到哪里？我会开 Google Classroom， 你们都还在 Google Classroom 里面不是吗？所以我会在里面开作业，你们交到里面进去，好不好 ？OK 吗？谁说话？洪一婷把它删掉了。好，如果你已经删掉了，你就 WhatsApp 给我，好不好 ？OK， 今天。他说他删掉他的 Google Classroom 了。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拜。